这里有一只臭狗在跟着我，它暗恋你啊，想要跟你，我没有办法、欸、我没有办法、嗯、我吃素跳水你屁哪里吃素啊，我吃素啊，我吃橘子 OK 好蝴蝶、嗯、我已经抓了很多虫子，我可以先去买一点钱，我可以先贴补一些家用，虽然不是什么很多的钱。嗯，我是那种会在意钱的人吗？你不是，但我是。OK， 所以你如果赚不到钱，就梗了，离开这个家，就像这个老太婆一样，被我赶出家门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太狠了。没错，我要去卖钱了。哎、欸，那里有一只白色的大鱼、欸，哎，但我觉得它应该是淡水鲶鱼。抓鱼大师是不是啊？嗯，还可以直接看出什么鱼。对啊，我现在钓鱼执照已经可以买到三等了。也是，你是海王，当然什么鱼你都清楚。没有，不一样。嗯，洗吧。哇，我有100个锡矿哎、欸。那拿去烧啊。那要烧10次哎、欸。我会烧到老死。慢慢烧，一点一点。不会，你不会变老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我永远年轻。没有错。乱讲，你才不会变老。那我会变什么？你会变漂亮。你刚那个喘气是怎样？我在学狗叫。OK。呱呱。